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由祖丹利159独家冠名播出的《谢谢了我的家》，祖丹利159中国州家之味。家园团圆碧桂园，本节目由碧桂园集团特约播出，本节目由三角轮胎特别赞助。我们走进一家又一家，有的人家呢是乐，有的人家是趣，有的人家是暖。那么如果我们走进一个京剧世家，我们会想到什么字呢？有人猜了，盐。在家怎么个盐法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走进七代传承的谭家，来听听他们家的故事。我们有请谭孝曾、谭正言。你好，你们一出场和其他嘉宾就不大一样哈、啊，那京剧特有的精气神儿。哎，是京剧演员讲究精气神仨字儿。嗯，咱们就先打开咱们的记忆的时光屏，您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、对你影响最大的那句话、是什么呢？40多年前，我的祖父谭富英先生对我说了一句话啊，叫。有屁股不愁挨打，砖头瓦块都有翻个儿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话说40多年前啊，那阵儿我当刚二郎当岁儿，那阵儿事业上不是特别如意，没什么戏可唱啊，没有上台的机会，这是一演员最大的痛苦。我是觉得心里不痛快，我的祖父谭文先生就看出我的这个表现来了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。说小子，记住了，有屁股不愁挨打，就是你要具备屁股，你要有屁股才能有人打你的，你没这屁股谁打你啊？实际上就是说呀，你不要怨天尤人，平时要积累，要具备条件，到了一旦用你的时候，你一下你就能够成功。后边还有一句话就叫砖头瓦块都有翻个的时候，老北京的胡同里边啊，经常有街边上放着一个砖头瓦块，也没人搭理，没人搭理的，指不定走过一个什么人类，有意识无意识的，啪把这个砖头给翻一个儿。也就是说啊，你只要你坚守，坚持在舞台上，你砖头瓦块都翻个儿的时候，何况人乎？说完了以后呢？我当时我就觉得，哎呦，爷爷说太是点儿上了，我就一定要按爷爷说的话去做去。于是乎，我就一下坚持了几十年。每天长在练功厅里，自个儿给自个儿定的一个规矩，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必须要练功，我必须要吊嗓子，我必须要拉戏，一个动作反复来不知道多少遍。就刚才您说我们上来有点精气神儿，那都是从小养成的，不是我们现场提溜出来的。走到哪儿都是您看我们一坐都是子午线，是吧？没有这么做的，很少有这么冲着观众坐的。这就是常年养成一个，哎，我一坐我就是这么冲观众，那看着好看，子午线什么叫，是吧？是不是好看？是不是？啊，进来。其实就像这种状态，我们戏班里有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状态，叫戏癌。戏癌晚期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把舞台上的东西搬到生活中来了。比如说有的旦角，你给我拿一包纸。服务员问哪个呀？因为这伸出俩手指头来，就习惯了。刚才说了那么多，回到家呢，哎，家里什么气氛呢？我们真是跟一般家庭不太一样，总有离不开这么一个戏班的戏剧的这么一个氛围。说着说着就说戏上去了。这像别的小孩打喷嚏啊，就是母亲第一个想法是，哟，感冒了吧？吃点药，喝点水，你怎么回事？我母亲的这个关注度不在这上，比如说咱们打喷嚏。很正常，比如说是这种状态，我母亲就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位置不对，你这共鸣往这儿打，你这共鸣得打的头腔共鸣。”还有这个打哈欠，咱们困了打哈欠，肯定啊，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但是带着懒腰。哎，对，但是我母亲说：“哎，你这口型不对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得把后槽牙打开了，你得。”
有时候在我自己房间，有意识不想让我父母听见我说什么，可能说点悄悄话，约个饭局或者哪玩去，就是电话啊，行行行行行行，让我妈一推门进来，你嘴皮子嘴皮子有点劲，嘴皮子，然后弄得我就是在家里特别没有自由。你长大挺不容易的哈。对对，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一句话啊，一天不练自个儿知道，两天不练同事知道，三天不练观众知道了，掺不得半点假。就这么长在练功房里这么练，如果说前面能看见远方，咱们练还有劲儿哈。您那么长时间就在那个低谷期啊，也看不见个远方啊。是，其实那自己不就泄了劲儿了吗？从1967年到1977年，我没有什么事儿做，所以每天下午呢，都到我的祖父谭文英先生的屋里去聊天，我在他那屋里那么一站。我们的年轻人都注意到了吧？他说是“贪”字儿，大家平常不太用啊。啊，这是他的敬语啊。对，其实这个字是真应该保留。是，一个“他”字，一个“心”字，就念“贪”，这是咱们老的中国的传统的一个字儿。可是我们老家庭对长辈没有说“他”字，都是“贪”。我在他那，我得那么一站，起码2个小时以上。就站着。哎，我们到长辈屋里都垂手而立，没有座位。这话题呢？想什么呢？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讲的全是贪自己的生活、艺术、经历等等。再说的家族的意识，从我的太祖谭之道，说到我高祖谭鑫培，再说到我曾祖谭小培，我就觉得生长在谭家，肩负着一份重任，我必须要把这份事业坚持下去，继承下去。靠着每天上小课，那特殊的小课那种学习，靠着你自己的练，对，所以让你自己是做了一种准备，其实、啊、就是准备。所以就这一句砖头瓦块翻个儿，就是一句有屁股不朝下打，我受益终身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也是这么做的，到我儿子也是这么做的，也是这么在秉承着祖上的对我们的教诲，我们在坚守在戏剧舞台上，是吧？谢谢。我们刚才在那句话里都看见了一个字儿，叫打。就我们就想到哈，哎呦，这过去那个科班都是打的哈。是啊，干这行就是肯定要吃苦，肯定要受罪。我的高祖谭鑫培亲自送自己的孙子谭富英进的傅连城，跟傅连城说，你们怎么要求别的孩子怎么要求他，不但要求他，还得要求他比别的孩子更严格。然后就是我的父亲进傅连城，那是我的曾祖谭小培给他送进的傅连城，也是这么嘱咐的，比如别人挨10板，他得挨15板，托福不是说少打几板，就说别人打10板，他得打15板，不打出不来人才。我听我父亲讲，那是打人的老师全有技巧，那刀坯子老在水缸里泡着。先说打手吧，打手它叫两面胶。什么叫两面胶呢？你搁在这个桌子上，这是硬的，搁着呢，是吧？你这打板呢，又是硬的，你等于硬碰硬，所以那是打手叫两面胶。打屁股呢，那是得3下就得见血，包括我父亲他们打完手板，那血滴答滴答到水管子啪一冲，继续拿顶，继续练功。不是打完您就歇了啊。打完提上裤子，你还得练功去。我父亲曾经回家找我爷爷去告状去，说您看给我打的，我那屁股都这样了，我手都这样了。人家，你挨打了，连我的1/3都没有。当他进戏校时，是我的父亲，他的爷爷。这做法也是传家的啊。对，送他进戏校。当时爷爷送你的时候怎么说呢？跟老师、啊？也是说这孩子就交给您了，那个不听话就打他。老师当时就说，现在这社会哪能打孩子呀？然后我爷爷说没关系，别的孩子不打没关系，只要他不听话就打他，别人练一遍让他练两遍。所以这个蒙爷爷所托，我确实也没少挨打。哎呀，说了这么多打，说的心里有点堵得慌哈。不是不打不出戏吗？咱们来了总得听点戏呀、啊，是吧？哎，这一封案是
新来的桥，天主皇忠臣功劳，站立在一门传令号，大小儿郎听根苗，头痛啊骨斩烦躁，儿痛啊骨金斩袍，三痛骨刀石桥，四痛啊骨把病交，向天国国举忧伤，退后那个面那是一刀，三军雨呀也归银号。在谭家那言字儿啊是处处啊都可见，是也就不夸一夸吗？反正在我们家里边说还行，或者是不错，这已经最高的褒奖了。没有说挺好或者好，没有。什么也没说意味着啥呢？经常这样。经常这样。有一次我演完出，我这正卸妆呢，我父亲先从台下过来了，说：“哎呦，今天不错啊，那个你爷爷特高兴，那一会儿过来夸你来。”我这正洗脸呢，啊，好好，终于等到这天了，爷爷能过来夸我来。后来爷爷进到化妆间，就跟化妆间的其他的演员辛苦啊辛苦啊辛苦，哎，收来辛苦，到了一圈辛苦，扭脸走了。我说哟，我说怎么给我晾这儿了？完了我就问我爸，我说您就刚才说的真的假的？我爸说真的，你还不知道你爷爷吗？他就那么一个人，他不当面夸人。我父亲经常是这样，比如说看他自己孙子演出，兴奋的劲儿那真是比看我演出那就兴奋的不知道多少，可是从来不在他跟前表演。那不夸孙子夸儿子吗？也没有，我等了几十年。等几十年是我从十岁从艺啊，今年也快六十年了。在我父亲的嘴里边，我刚才说了，只是还行不错，仅此而已。2015年我们把110年前中国的第一部电影，由我高祖父谭鑫培拍的《定军山》，我们在2015年又重新拍了。哎，而且在2017年的时候，进行了首映式，我父亲参加了，看完了以后，哭了。我父亲说：“小曾啊，我没想到你现在的艺术有这么大的飞跃和提高。”我放心了。哎，谢谢。那天我给我父亲下了两次跪。哎，我父亲也哭，我也哭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既激动又欣慰。我觉得作为我熬了几十年，落成这么一句话，我觉得我值了。我没白努力，没白费心，没白费力。谭家这个大旗传下去，艺术也传下去，这个言字也要一直在家族里这样传下去。是的，我们还非常渴望谭家能传到8代、9代、10代，一直传下去。作为谭家的后代，就得严苛。你不严苛，你扛不起谭家的大旗来，扛不起谭家大旗来，京剧事业、谭派艺术的发展，你就不能往下传。谭家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我们大家也都期待听到谭家的新故事。是。那么在最后呢，我们也想对谭家这个家族，对未来，可能都有一些话要说。是，你们要说的话呢，就可以作为寄语，存在我们记忆的时光瓶里。郑爷，你成人了，
作为谭家的后代，身上更多的是责任。你在舞台上，尤其近两年，有了飞跃性的提高，京剧的希望在你身上，谭家未来的希望在你身上。我希望你能够早早地扛起谭家的大旗，我会为你铺砖引路，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，希望你把京剧推向新的辉煌啊。谢谢了，我的家。京都警察被称为在刀尖上行走的人，这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经历，他是从什么样的家庭走出来的呢？好，我们有请张哲。你好，张哲。你好，丁一达老师。好，请坐。禁毒警察在抓捕的过程中，贩毒人员往往选择以死相搏，因此禁毒警察必须在意志、勇气和专业技能方面做到极致。大家好多人都看过那电影那镜头，大家看的时候，哎呦是挺吸引眼球的，但是大家说这是我编的呀，你经历的呢？影视作品当然要有一些渲染的成分，但是实际我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也的确充满了危险。我们讲其中一战吧。那就讲近期的一件事情吧。为了能更直接的抓获这个毒贩，我们设计的现场交易，这个时候我们冒充买家去直接跟毒贩见面。当时我记得我用六部手机，我一个人就是分饰不同的角色，抄不同的方言和对方周旋，周旋了两天两夜，对方终于答应马上在一个大型地下停车场交易。当时我驾车按照这毒贩指定的地点开车进了地下停车场，我把车窗都降下来，让他看清我只有一个人。这时候他回到车上，我马上拎着一袋子现金就跟过去了。根据我们日常积累的这种经验呢，对方肯定是带武器的。这个时候如果隔着窗，这种人和人的接触距离是很难控制他身上带着这支枪的，所以这时候我就要把他尽量的给他诱骗下车。我靠近车窗，他把车窗降了个缝，我就跟他用毒贩的行话交流一些细节，副料多少，下意识能不能避免中间人等等一些细节。当时因为我去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准备，也做了化妆，当时盛夏季节，穿着大裤头，光着膀子，衣服搭在身上，他看我一身邋遢，这个神情也憔悴，头发蓬乱，当时胡子留得很长，已经待了十多天没刮胡子，在还刻意在脖子上伪装挂了一些那个珠串，在胳膊上粘了点纹身贴，在他的这个直观印象中，就是已经深信不疑我是同道中人。渐渐他就放松警惕的下车了，然后他背对着的时候，瞅准机会一个高摔，就一个正常人，你高坠也好，说你摔倒的也好吧，你本能的手啊是要拿来扶地的，他在凌空的瞬间，右手直接掀衣服就开掏枪。我意识到这动作以后啊，扑上去把他从这个肘关节的梁上，从我这双手伸进去，把他死死抱住了，抱住他这地下快速翻滚，控制他这枪呢掏不出来。这时候，同志们赶到，就成功的把这两个毒贩当场抓住了。缴获高纯度的冰毒47公斤。这个时候大家过来把他这个手控制住以后，我把这支枪掏出来的时候呢，是一支军用手枪，子弹在膛上顶着，脊椎张着，一触即发这支手枪。所以当时这现场控制的非常完好。怎么样，比我们看的电影精彩吧？就这样的故事啊，只是身经百战的张哲那么多故事中的一个。
我们在这儿呢，还是想说说咱们关于家人的话题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打开你记忆的这时光屏，想一想，那是句什么样的话呢？嗯，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，就是干啥得像啥。干啥像啥？这句话是谁跟你说的呢？嗯，这句话最初就是我父亲跟我说的啊，并且他也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。我父亲一直从事舞台美术设计，就是整台戏剧呢，灯光、道具、舞美都是我父亲一个人来做。啊，是做这个工作的，并不是我们有些朋友猜想的，是不是？你爸爸也是一个老警察呀、啊？并不是。那时候看不父亲工作着的样子吗？哦，经常的，我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经常在剧团玩。记得有一次我父亲的单位拍这个歌舞剧叫江姐，当时呢我给打下手去做过这个监狱的铁栅栏。那是一个江姐节目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啊。对，一个场景啊。这个铁栅栏呢，刚开始想用木棍，又效果又不好，它又重，后来我父亲想办法就用那个铁栏杆粗细的塑料管钉在一个木框里面，很像，但是这个透明啊，就得想办法把它做一些色彩处理。嗯。当然，我爸爸跟我说，你想想办法，完我就用墨汁就挨个给管里灌，灌了以后效果就不是那么逼真，不是那么像。那其实舞台那么远，就是个意思就完了呗。当时我也觉得这个，尤其是舞台剧，它大多数观众的注意力要集中在演员身上，但我父亲坚决不答应，说干啥得像啥。做什么就得做到最好，说他反复用那个各种颜料，用蓝色的，用褐色的，棕色的，甚至把它勾兑在一起，然后用光打，看什么样效果最好，就做得特别逼真，特别牛。本来应该是下午应该做完了，但做完这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。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，他经常就这样。用我妈妈的话说，说我嫁了一个不回家的丈夫，又养了一个不回家的儿子。真是干啥像啥，做一件事情想做得更好，想做得完美，细节觉得成败。嗯，尤其我做警察，也有很多时候要快速的做得更好，把细节做得更完美。父亲干啥得像啥这句话的影响，实际得说贯穿了我的一生。嗯，从这样一个家庭走出来的这样一个警察，这一行干得怎么样呢？咱们还是奖章说话，我们看看啊，张哲获得了多少奖章。最上面那是什么奖章？那是2017年度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，第二排四个是一等功。你获得四个一等功啊？对。大家知道一等功意味着什么呢？一般来说，我们听说一个警察、一个军人获得一等功的时候，我们目光就立刻就变得很有敬意啊。你获得了四次一等功。四次一等功。有我们很多同志啊，他们说一等功意味着像到鬼门关门口走了一圈又回来一样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呢就曾经多次徒手夺枪。徒手？对，多次徒手夺刀，多次以少对多激烈搏斗，实施抓捕。我本人身上有几处缝合伤，就细数起来大概有几十处伤。当时急诊接待的这几个医生都认识我了，说这疯子警察又来了。想想这医护人员说这句话啊，这疯子警察又来了。疯子从另外一个含义我们来理解呢，就是就干什么事儿的这种投入超过常人。嗯，是。儿子这个劲儿呢，就像这个父亲当初干啥像啥，做道具像道具。我们就看到了一种这个传承的力量。那么我想你也一定有一些话想对家人说。嗯，说给我的儿子吧。那好，那就把你的寄语留在记忆的时光屏里。好。儿子，不知不觉中你就长大了。
回想你小的时候，爸爸整天忙于工作，对你照顾的特别少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走路的，爸爸不知道。你读小学几年级，爸爸经常记错，甚至连你生的重病，爸爸都不能陪在你身边。希望你不要怪我。当年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爷爷，他传承给我一种干啥像啥、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。从我穿上警服的第一天起，我就下定决心钻研专业知识，苦练专业技能，一定要成为一名主持公道、惩恶扬善的好警察。儿子，也许今后有一天你会选择警察这个职业，爸爸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。如果你从事其他职业，爸爸也希望你能够干一行爱一行，把事情做到极致，做到完美。一定要努力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人。再次感谢父母对我的培养和影响，谢谢了，我的家。有这样一个妈妈，她有13个孩子，多少人羡慕她多子多福。可是忽然间，爸爸去世了。这位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妈妈，她的13个孩子，后来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获得了最高的学位。而她最小的儿子，妈妈常常叫着他的小名解尘，他的大名李昌钰。谢谢你们，您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好，大家好。我一直期待和您面对面，但是此刻呢，我觉得我面对的不仅是个神探，更是妈妈的儿子、妻子的丈夫，对的，还是父亲，还是爷爷，这么多的身份，一定有很多的记忆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儿打开我们记忆的时光屏，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虽然没有钱，也要干干净净。这句话是谁说的呢？是我妈妈。在什么情景下说的呢？因为小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家里家境非常好的。以前我爸爸是做生意，但是到了台湾，那时候我父亲做太平人，离开上海的时候太平人沉掉了，说小时候就没有爸爸，所以那一件事情改变了我们一家，也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很多，因为家境不好，我们的衣服都是哥哥穿剩下来的，我妈妈补补修修再给我们穿，一年只买一双鞋子。出家门，妈妈一定要我们穿鞋，再穷也不能赤这个脚，所以每天上学，她都要我们穿得干干净净。说虽然穷，但是你要干干净净。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，很高的哲学。从穿衣服到做人，
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从小时候到大，我这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候靠什么维持生活呢？那时候看到妈妈过几个礼拜就去变卖一些古董啊、首饰啊、字画啊。在这种困境里，又当妈又当爸，我们可以想见他承担着怎么样的压力啊。他压力太大了，一大早他就起来了，半夜还在工作，要照顾所有孩子，烧饭啊、洗衣啊，给你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。我最记得我初中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零用钱的，大姐就跟妈妈讲，叫我搬到他们那边去，她可以照顾。所以我妈妈跟我收拾行李，然后给了个针线盒，说衣服破了要自己学会修修补补，但是这个针线盒不要乱开。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意思。后来我有一天实在忍不住打开一看，他里面包了5块钱。当然这5块钱现在看起来太少了，5块钱，但是这个意义太重了。后来我那5块钱没有用，还了给我妈妈。我真希望那5块钱我保留下来做个纪念。现在回想起来呢，当然很痛苦，但是也是很甜蜜。一家人变得很团结。我脑海里边就一直记住的呢，就是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坐在一个圆桌上，妈妈就在灯下补衣服，然后我们都坐在旁边，妈妈就跟我们谈谈天啦，然后讲点家乡的事情啦，然后问学校怎么样啦，吃完晚饭大家在一起念书，在一个灯底下，是个非常值得怀念的。我觉得您在说的时候，好像眼前都有一个画面了。这样一幕一幕的，我就想到家，什么是家？太好了。你在哪方面最像妈妈呢？我一生就是得益了妈妈，教我做事要认真。她老人家做什么事都很认真的，有的时候我常常叫妈妈马马虎虎就算了，妈妈就指着我做事要认真，不能马虎的。所以我后来做实验，在实验室里边稍微有点成就，也就是因为妈妈教我做什么事情要专心。比如说实验室的工作有的是很琐碎的，甚至有的是辅助性的工作，那个时候你怎么对待呢？所以我刚开始做在纽约大学，那时候就是专门洗试管的，我是最 junior， 就是最后进的，
George， 他是做主管。我上班第一天，他就跟我讲，不要洗得太快，马马虎虎洗洗就好了。啊，这个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嗯，他说你洗好了，他们又弄脏了，你再洗，他又弄脏了。我说这样吧，我们有15个实验室，我们4个人，我拿5个。就是说这中国人真笨，连算都不会算，拿5个，好好好，就给我5个最忙的实验室。我很早就去洗干净了，弄好了，结果有一个生物化学家，他说：“杨曼，你很勤劳，我没有钱付你，但是你愿不愿意帮我做实验？”那我就好吧。反正也可以学啊，他不要钱还教我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笨啊，他不给你钱，你还要多做事。过了1年，我升级了，他没有升级。等到我做了教授了，他还在洗罐子；等到我做厅长了，他还在洗。说我一直就记得我妈妈教我，虽然穷，但是要端端正正的，干干净净的。你只要努力，总有会成功的一天。尤其我们做警察的，做事要仔仔细细。细到什么程度呢？细就是观察入微，连一根头发、一根前围都不能忽略。常常我妈妈说，一次做好，你就不会后悔的。你亡羊再补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看来“认真”这2个字，是你们家的高频词、常用词。对，我认为这是我们家里一定要永远传下去的。认认真真的过每一天，认认真真的做每一件事情。我想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啊，其实都有一个时光屏。对。那么假如此刻你会有什么样的寄语留在这个时光屏里，你会把这句话送给谁呢？给我的孙子。那你希望他什么时候来面对你的际遇呢？10年之后。好，就请您把您的际遇留在记忆的时光屏里。好。My dear Alex, by the time you open this letter, you are already a grown-up, 23 years old young man. If I was still around, I hope.We can read this letter together. If I had already passed away, I hope you had learned enough Chinese to understand what I want to say. Your Chinese name is Li Yu Li.亲爱的尤利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是一个中国人。你的祖父就是我，叫李昌钰。你的祖母
叫宋妙娟，你的曾祖母叫李王安福，我们的老家在中国江苏省如皋市。当年你的曾祖母就是从那里带着你的祖父走向世界，家乡那里有你的根，你应该为身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。有利，你要好好的学习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你要孝敬你的父母，做事要认认真真，做人要尽心尽力，不畏挑战，勇于搏斗。你一定要多回祖国看看，要关怀家乡，照顾亲人，以诚待人。谢谢了，我的家。人生中最重要的这几年全都是跟妈妈在一起度过的，我想干什么她一直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，包括我喜欢摄影，我们家里面并没有那么多钱，宁愿给我出这个钱让我去支持我的爱好。我户籍在甘肃，我要回甘肃高考，因为现在取消那个站台票，她不能把我送到那个火车站里面，她是买了一张很便宜的去那个燕郊啊之类的火车票，然后她进去把我送走，一直看着她站在边上，就直到看不见那一刻，实在是忍不住了。当时，然后我看着他，他已经掉眼泪了。回来之后是真的觉得他老了，他尽到了父母都该尽到的责任，我应该让他将来过得幸福。我觉得他对我付出太多了。妈妈，我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有点对不起你，我太不懂事。这句话我很想对他说，但是没有开过口。试一下。这些年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你，我希望你未来能好好的。不知道在怕什么，没有说出来这句话。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由祖丹利159独家冠名播出的《谢谢了我的家》，祖丹利159中国州家之味。我是个体育盲，一旦要和运动员打交道的时候，我就得赶紧问白岩松：“哎，他是谁呀？他是什么项目的呀？”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请来的是一位运动员，是一位足球先生，咱们就和这个足球先生一起来聊聊他的爸、他的妈、他的家。好，有请杨晨。你好，杨晨。你好，你好。其实我们特别想听听你和足球相关的，更和家相关的故事。嗯，那在你的记忆里，哪句话是对你影响很深的？我觉得一句话应该是"胆量是可以锻炼的"。嗯，
这句话是从何说起呢？是我父亲打小就是一直跟我说的一句话，因为我打小可能是性格都是比较内向的，内向性格从事一个足球的项目，这按大家来理解可能不太可能，因为我父亲是个体育迷，他希望把我培养成一个能进专业队的一个选手吧。你说你爸爸是一个爱好者哈？对。那你看过他在球场上的样子吗？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比赛，打篮球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让对方一肘把眼眶给打破了。当时看父亲好，满脸都是血，然后呢，别人都围过去说怎么样怎么样，说老杨怎么样？我父亲就说啊没事没事，就碰了一下，说这么着你们先打，然后拿块纱布一捂这个眼角，然后就骑着车去医院了，还单手扶把，这手捂着眼。你呢？留在球场？我当时就留在球场，我傻了，张着嘴，在那犯愣，因为当时确实傻掉了。等到差不多第三节的时候，他骑着自行车回来了，脑袋这块给包好了。然后我说爸爸爸，咱回家吧。然后爸说等会儿还一节呢，你再等会儿。然后他就上场了，场下那直接是热烈的掌声，我当时就特别激动，小时候就有种那种哎呦，父亲特别高大，特别让我崇拜，从此我就觉得我应该从事体育。我父亲篮球打得好，足球呢因为要打小有这基础，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遗憾，这个遗憾呢也就带到我身上了，他希望把我培养成一个能进专业队的一个选手吧。那当他把你带到足球场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，就要把儿子培养出来吧。对，我之所以踢球，其实很大原因受他的影响。我记得在小时候，我们楼道里都是大孩子，都比我大，我就跟他们一块踢。能抢过吗？抢不过，人家大孩子这一撞我，我就飞了。嗯。回家就生气，饭也不吃了。我说我这个我不踢了。然后我父亲说为什么？我说他们都比我大，我抢不着球嘛。我父亲就跟我说没关系，你跟他们踢，这一旦你跟他们踢了之后，你再跟你同年龄的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之后呢，我感觉我那段时间不是把球技练好了，是把胆量练好了。你感受到了，嗯，就这个胆量确实是可以练的。那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，这胆确实就练出来了。确实是，而且呢在爸爸身边老能感觉到什么都无所谓，男子汉你不要害怕任何东西，就这种无所谓的这个劲头，这个确实他能影响我。后来大家就对你特别熟悉了，所以今天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很多球迷都说特别难忘，你有一场比赛，就2001年的那场。对对对，那是在昆明跟印度尼西亚的小组赛，上半时我印象当中是我们0-1先输了一个球，然后比赛快结束的时候，在争头球的时候，对方后卫在我腾空的时候一撞我，我肩撞到门柱上了。嗯。然后呢，哎，当时给我疼的都不行了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当时中国国家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设备，队医拿着一照，照的时候我就听着那队医就说，断了。然后呢，那个，当时咱们的教练是米卢，就问我说，行不行下半时？因为0-1输了。如果说这场球我们没拿下来，出现的希望呢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说没问题，我说只要让队医稍微给我把这固定一下，只要一个胳膊能摆动就行。反正这场球最后我们好像是4-1还是5-1拿下来了。就这个。对对对。我看这照片，我都觉得已经痛苦万状了吧。但是跟赢球比起来，我觉得赢球的意义更大，因为那场球我们最后扭转这个局面。而且是大比分取胜。在一个家里，有的时候妈妈和爸爸的这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妈妈喜欢儿子踢足球吗？开始说我爸带我踢球，我妈坚决反对，但是呢，她拗不过我爸。我爸是太执着了，所以我妈妈干脆就我就不跟你争了。电视直播的时候，你妈看吗？从来不看，但是她知道。裁判一吹哨的时候，他呢听着哨响了，自己找个理由啊，我回屋了啊。但是90分钟比赛结束，他又出来了，第一句话问我爸，他受伤了吗？我觉得全世界的人看着那个球赛啊，可能只有你妈妈会这样问。
妈妈从来不到现场，也不到电视看，因为她觉得受不了。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情，我在德国踢球的时候，有一次眼眶让人撞开了，回家我脑袋缠的那个绷带呢，然后那个头发上都是血，那个血渣子那种，然后呢，我回到家我吓坏了，我说我一进家门，我妈肯定到时候又痛哭流涕了，啊，那天我一推门，啊，我妈说哟，伤了啊，我说是，那个赶紧稍微洗一下，然后那个赶紧吃饭，哎，我说不对啊。我第一次看上我妈装的无所谓，装的无所谓，装的无所谓啊。后来我问我爸，我说：“这今儿我妈什么情况？”哎呦，儿子说那个我之前给你妈做了很多工作，因为到德国去了嘛，说一切压力都不能给我，我妈才第一次装成那样。但是我看到我妈装成那样的时候，我感觉特别不自然。一看就是装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她心里确实很难受。每一个就是孩子从事危险工作的这种妈妈，其实都是很不安的。确实是，所以当我足球生涯结束的时候，我想我妈是真正放心的时候。现在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，也经常回忆当时爸爸怎么陪伴我成长的，是吧？太难了，我真想学学我爸，但是时代不一样了，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他们长大了之后找工作，他们面临的这种压力得多大，不敢想象。可以回家请教一下老爸老妈，他们当时都那么有办法，他们一定还有智慧，对现在的孩子。完全不一样了，态度完全180度大转变。别碰着，啊，别给他那么大压力，学习差不多就行了。哎，我想当时你对我的时候，好像是必须要怎么怎么着，而不是说，就是说你就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我觉得隔代还是有点区别的。而且我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说爸坏了，我说那个，因为我儿子小名叫球球嘛，也就是说那个球球好像对足球不太感兴趣，啊，没事，不感兴趣也没关系，只要他喜欢什么项目，你让他从事就行了。”我一听这好像不是这么说呀，他对孙子好像完全跟对我是完全不一样了。接下来，培养儿子胆量的事儿。那任务不是爷爷的，是爸爸的。我有时候问我儿子，我说不选踢球你想做什么呀？说爸爸我想当厨师。哎，我一听这个跨行有点大哈。而也行，当厨师反正你想干什么我都全力支持你。男子汉要拼搏，有担当，无论他选择什么都支持他。那在这里你想把你的寄语留给谁呢？当然是留给他了。留给儿子哈。留给儿子。好，那就把你的寄语留在记忆的时光瓶里。好，谢谢。球球，作为爸爸来评定你爷爷，我给你爷爷点个赞，因为你爷爷是个好父亲，他把我培养起来，而且呢培养成才，所以爸爸的压力也很大。我希望你能从事你喜欢的职业。今天爸爸给你的寄语是：第一点，孝顺，中国孝字为先，这是根本，也是品德。第二点，你要快快乐乐的，跟别人在交流过程当中，你快乐了，人家也快乐。第三点，你爷爷一直提醒我的，男人要担当，你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遇到困难，遇到问题，遇到错误，你都要担当。谢谢了，我的家。欢迎您收看由祖丹利159独家冠名播出的
谢谢了我的家，左丹丽159中国州家之味。家园团圆碧桂园，本节目由碧桂园集团特约播出，本节目由三角轮胎特别赞助。